家好 ，Welcome to my vlog。所以今天在我朋友家 ，OK。然后今天是星期日，今天是去拍一个外拍 ，MCO 过后可以做一些外拍。当然，那今天我是去跟拍，所以轻松一点点。然后拍的是我朋友，然后去做一些参考的东西。OK，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半，然后我现在很肚子饿。OK， 到底完了，冲好了凉了，然后我们就要出发。是，没有时间吃早餐，没时间吃早餐，很贵的，那个地方地点，然后我们上我们已经上 map 那边看过，然后朋友之前也是有去过，所以这个地点是很适合拍outdoor。哟，终于来到这个建筑物，所以我们是刚刚好七点半来到这里，然后现在是等待朋友的，哎，你朋友的叫无名，我有很阿力，还有那个谁，那个伊曼啊。两个他们是马来同胞，所以阿力跟伊曼会在那边拍他们的 pre-wedding， 这个角度很不错。喂，有狗屎啊！等啲咯。这边很多地方都不错，所以等一下我会拍一些不讲话的 shot， 来看一下这个地点。好，多了不介绍了，大家看 video 啦。好，终于到了，新人阿力还有伊曼啊，这是阿力啊，这是伊曼啊，这是 Alex， 然后再把他弄着手，我们有十年的感情。在我看呢，来，所以看到这些地方，哪里都觉得好看，尤其是现在没有人，比较安静也比较好拍。然后这边唯一一个好处就是这边风又大，然后拍起来又比较爽。现在拍到七七八八，等下秀一些照片给你们看啦。然后头痛，我最喜欢看那些人头痛，等下过到我拍的时候我就头痛。啊 ，OK， 那、这个好美。所以好像那种天台拍摄 MV 也是很美，看到这些云，不然这没有太哈小了，这个世界，这个设计不错，也可以大家介绍大家过来拍照，可是我不要介绍大家过来拍照，等下太多人了就不好。你觉得我要介绍给人家，这个地点太美了。你明白是为什么搬下来想不起来了？我从什么搬下来想不起来看？哟，我走楼梯啊，突然啊，突然啊。哎，到了啊！走楼梯还比较快。这很快哦，我们拍完了那个他们的这个
这个他们叫马来人叫 actual day 还是叫？没有，这是他们的 pre-wedding 啊 ，pre-wedding 可是do now。嗯，那他跟我讲，马来的 pre-wedding 是不可以有什么肢体接触啦，说感觉整体下来蛮轻松，然后交流的也是不错，因为反正是认识的，然后拍也是比较容易。比起华人的有点分别，华人的可能要飞多少啊那什么之类的，比较少直接接触。特别那可能他们的我们的文化不一样。拍完了，我们就去喝下茶学习嘛，用完我的话来讲。没有啦，我是觉得最重要是。这就是Alex 今天带我看这个地点很不错，在来，快卖。Tamaris Gate 不是给你打广告，是觉得那个 design 呢 ？P not P， what the fuck man？ Tamaris Gate， 你的设计师设计的要很不错。OK， today a vlog 就是这样多，所以等下我们找来一些照片会post 在那边，所以。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。OK， 刚刚我忘记了 ，Don't forget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， 还有 IG， 还有我们有了 IG、Instagram 这边。OK， the best place， 小叶叔，我们下个 sponsor 了，No McDonald's sponsor。OK， so 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